你就说你到底恰了几碗饭。我以前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当个好车评。哼，跟观众去说。To be or not to be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是车评人或者不是车评人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又或者是不是一个人。
下去，你就说你到底恰了几碗饭。我以前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当个好车评人。哼，跟观众去说。豆子，你干。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；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与君一席话，胜似一席话。我操，长得这么帅，文采还这么好，不当车评人可惜了。唐老板，我真的可以吗？那要看你是不是一个人了。